皇族更替历经百年，那只神秘的禁卫却始终存在。我要重组应时。 决定刺杀船主的那一刻起，你们就不配活在这世上。不要！现在上海的每一天，都有可能决定中国的未来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the final match of the Universal Warrior Competition. 朝廷把香港割给了英国，把台湾割给了日本，都已经这个时候，你还在这儿 ？We will witness the most intense match in the world. 这里是中国，我是中国人。我已经受够这种被欺压的感觉了，我今天就是要告诉所有的洋人，中国人不仅仅只是在赛场上，不能被任何人欺负。 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让任何人欺负。叶世凡，王之精卫，黄泉利，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可悲的笑话。未来，我们是可以选择的。 虽然经历逊渺，可我们的共和之荣依然任重道远。好兄弟，那我们就同生共死。少年智，则国智；少年富，则国富；少年强，则国强。渡前行，而勿固航。多准备，杨军，我们就多一份胜利的希望。被黑暗。 而向光明，日之潮流浩浩荡荡，中国青年但求无负今日，无负名望，无负国家。